原标题：世界上最大的火灾。1871年芝加哥大火，摩天大楼被烧成废墟，真正的活火熔城。一被大火烧毁的建筑遗骸。1871年芝加哥大火发生在11月8日星期日到10月10日星期二，持续了两天。这场大火造成了10万居民无家可归，300人遇难，是19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。二，一个人站在被烧毁的建筑物中间，四被烧毁的高楼残骸，五车辆被烧毁的街道，六被烧毁的建筑物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